有什么是永恒？从亘古到今天，只有爱情是永恒。因为天下许多的有情人，爱的故事不断地传颂，我们的爱谁知是人间小插曲，有悲有欢，已足以打动我心弦。我会珍惜你的爱心，在今生每一寸光阴。从亘古到今天，有什么是永恒？从亘古到今天，只有爱情是永恒。因为天下许多的有情人，爱情的故事不断地传颂，我们的爱谁知是人间小插曲，有悲有欢，已足以打动我心弦。我会珍惜你的爱心，在今生每一寸光阴。